欢迎收看《激荡中国》。也许你已经从片头的两组数字中读到了两个关键词：速度和高度。如果再仔细地分析一下这些数字的规律的话，我们会发现，无论是速度还是高度，在进入新千年之后都快速地提升了。可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不断加速发展的时代。从上海到苏州，上海人潘玲每天早晨都会固定的搭高铁去苏州上班。礼拜一到礼拜四有这个车，就是7:10的嘛，正好是到单位的话7:03，然后再走到办公室，差不多7:50。礼拜一的话可能人多一点，因为这条线跑通勤的也蛮多的。每天都有143趟高铁穿行于这两座城市，不到100公里的距离，最快20多分钟就可以到达。对于生活在高铁时代的像潘玲这样的上班族来说，他们已经对此习以为常。而对于几十年前的中国人来说，今天的这种速度是当年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的。这些照片拍摄于不同的年份、不同的地方，这些鲜活的表情都来自中国普通百姓的面孔，这些生动的情景都发生在同一种交通工具——火车里。这些照片来自同一本摄影集，影集的名字叫做《火车上的中国人》。这是我火车中国人，整个底片我这胶片10多万，但现在数码又10多万，都无法计算。火车是我的职业哈，而成我的符号了。摄影集的作者名叫王福春，今年76岁。40多年前的1977年，他第一次举起相机，把镜头对准了铁路、火车、铁道工人与火车上的乘客。此后的40多年，他持续地记录了中国普通百姓与火车结下的不解之缘。2018年，《火车上的中国人》在北京的中国美术馆展出，引发了许多人的共鸣。我天天在现场，人山人海，老百姓跟我合影没完没了合，让我感动。而且老百姓怎么认，在照片里头找他自己，哎呀，我当年我就扒火车，哎，我这铺报纸在地躺着睡，哎呀。的确，在中国，许多人最初的出行记忆都和火车有关。上世纪80年代，能乘坐飞机的人少得可怜，因为当时不仅航班少，而且坐飞机还代表着级别与身份。而新中国的第一条高速公路直到1988年才建成通车，里程还不到20公里。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火车算得上是普通人远途出行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了。出门首选坐火车，而且特别是长途车，而且呢价钱也便宜，但车速比较慢，人满为患，坐车也挺痛苦，特别是当年大学生，包括那些个民工啊，过年回家过年春运呢、哎呀，挤得人山人海的，特别痛苦。人们对于火车的情感可以用爱恨交加来形容。我大哥，我先说我大哥下放，就是当时他是71年毕业的知青，然后下放到这个东北的黑龙江伊春市，就是林场。有一年就是他回家探亲，我到我们家人和我到车站接他，他下了车就一个劲地说，我们先去吃东西吧。我们当时都没反应过来，他说20分钟就到家了，家里都准备好了。他一再说我们去吃东西吧，
后来才知道是什么，当时是58个小时，这个旅程餐车坏了，我哥哥个子比较小，然后自己又带着行李，又怕上不了车，不敢下去抢，那就一路饿到上海，整个腿呀都站着，腿都是肿胀的。从1984年开始，国家放宽了对农村人口进入中小城镇就业生活的限制，流动人口的规模从1982年的657万人快速增加到了1990年的2135万人，每年平均增长约7%。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流动人口规模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从1990年的2000多万人快速增加到2010年的超过2亿人，每年都以超过10%的速度递增。一个快速流动的中国正在形成。这是当年的广州火车站，它见证了普通百姓春节回家的艰难。以往的过节和春运，我们的广场上都搭着大棚小棚，也只运送得到2万人、3万人这个水平。1997年4月1号，全国铁路实施第一次大面积提速。从今天零时起，我国铁路第三次提速，列车按照新的运行图运行。全国铁路昨天正式实施第四次大提速，目前新旧运行图交替工作正在紧张的进行。从今天0点起呢，全国铁路第五次大提速全线铺开。尽管从1997年起，中国铁路几次提速，铁路干线的时速有所提升，但是直到2002年，全国火车的平均时速也只能跑到50多公里。当时中国铁路占世界铁路总里程的6%，却承载了世界铁路25%的运输量。由于运量超负荷，再加上人口基数大，2002年中国铁路营业里程为7.2万公里，人均铁路长度仅为5.5厘米。有人因此形容说，还不如一根香烟的长度。这个数据就是实际上就是显现了就是我们限制性运输的这么一种就是局面是非常严重的，使得我们认识到我们中国铁路的现状水平和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那么这个呢，就促使我们需要好像是奋发图强的去迎头赶进。晃晃悠悠的火车虽然承载了人们的出行记忆，却再也适应不了整个中国前行的节奏了。2004年1月，在经过10多年的讨论后，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长期铁路网规划。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高速铁路的规划。第二年，武广高铁正式动工兴建。中国铁路的大变样提上日程。就在高铁蓄势待发的时候，另一场关于加速的谈判也进入了关键阶段。2003年，当时担任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的王武仁一行人来到日本东京，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停摆了多年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打算在2005年复工。业主在工程中，在谈判过程中发现啊，说王先生，你懂得工程政策吧？然后他们向我的董事长提出来，说这个项目如果中建来做的话，我们希望让王先生来负责。希望王武仁担任环球金融中心总承包项目负责人的业主是大厦的投资方日本森大厦株式会社。他们了解到，王武仁曾经长期负责中建公司的海外工程项目。不过，投资方提出，
工程必须在2008年8月8日之前全部完成，因为那时中国将举办全球瞩目的奥运会，投资方不想错过这个开业的大好时机，这样留给王武仁和团队的时间就只剩下了42个月。位于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中华第一高楼上海金茂大厦今天顺利实现结构封顶。比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低了12层、72米的上海金茂大厦，从动工到营业用了57个月，和环球金融中心高度相近的台北101大楼建设总共花了70个月时间。现在摆在王武仁面前的任务是在42个月内完成地上100层、地下3层、共492米的大厦建设。如果不能如期完成，他将要面对极其严厉的惩罚条款。工期晚一天80万，不封顶。不封顶，你可以算了，一个月就2400万，4个月1亿。回来在路上，我问我的董事长，我说你怎么会答应他们呢？我们董事长说，作为一个建筑企业，这种超高层100年这也就遇到1-2次，因此他说你犹豫什么？拿下环球金融中心的总承包，对王武仁和他的中国团队来说，挑战才刚刚开始。工期已经前所未有的紧张，大家都想着早点开工。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投资方居然在这个时候要求王武仁和他的团队不得开工。业主要求很严格，就你的 CWD 不做出来，不经过他审查不能动手。 CWD 中文名叫综合施工图，是世界建造超高层建筑施工队伍的一道工序，在正式施工之前完成的这套图纸标注了所有的施工信息，哪个位置和哪个位置打架了，就把它和那个在一张图纸上去进行反映，有漏掉的或者和有重突的，就及时在图纸上和进行调整，相当于和提前和在这个图纸上借一遍楼。这种图纸对今天中国的高层建筑建造企业来说已经毫不稀奇，但在当时却难住了王武仁和他的团队。中国的参建单位都没有接触过这种图纸，整个团队为此一筹莫展。开工的头7个月，方案做了一套又一套，就是得不到投资方的认可。开一次会否定，开一次会否定，主管这件事你都信心都没有，我不干了。这是2005年的春天。半年以前，出生在这座城市的小伙子刘翔出人意料地夺得奥运会110米栏冠军，成为城市速度的代表。另一位青年姚明进入世界水平最高的职业男篮已经是第3个赛季。就在这个春天，他将创下自己职业生涯单场最高篮板的记录，也将成为这座城市高度的代表。然而基础建设的加速或许比竞技体育的突破还要难上许多。当愿望化为行动的尝试时，人们略有沮丧地发现要补的课着实不少。当王武仁他们为超高层施工难题而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事关中国高铁安全运转的核心问题也在令研发人员们寝食难安，因为保障列车安全有序运行的列车信号控制系统的核心技术还在外国公司手中。我们遇到问题对他们请教的时候，他们说的唯一的一句话就是这个不在我们的技术转让范围之内。我们引进的庞巴迪技术的高铁控制源代码有70多万条，当时我们消化它就十分困难，里面还有很多黑箱的技术，它不对我们开放。着急建成高铁的周志亮在等待，着急建成环球金融中心的王武仁也在等待。在向着梦想加速的前夜，
他们不得不焦急地等待。首先取得突破的是王武仁和他的超高层建设团队，在图纸几次被投资人否决，交了一笔又一笔学费后，王武仁他们终于理解到，原来合格的 CWD 图纸必须是既懂设计又懂施工，而且具备丰富的施工经验，应对过各种突发状况的人才能绘制出来。那么这样的人在中国很难找，所以后来当然我很幸运在上海乃至在外地找到了十多个工作大学毕业四十多年都60岁70多岁都有，这些搞过设计或者说出身于设计管过工程，就这一群人绘出了合格的 CWD 图纸，严谨的日本业主总算点了头。这时原本就紧巴巴的工期又少了7个月，变得更紧张了。不过王武仁还是觉得这笔学费交得值的，所以用了这个 CWD 之后，应该说上海环球我们最后这么大的工程40多个亿的工程量，我们只有一个地方返工的，在业主的推动之下，我们很快的就是掌握了就是国际上这种在图纸上进行虚拟建造的能力。今天上午，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的业主和多方设计公司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该大厦将力争建成世界第一高楼。2005年11月16日开始，环球金融中心进入了全面的开工阶段。在这个2000人的工地上，开始了24小时不间断的运转。大楼的建造进入高速轨道。2008年5月，位于上海的环球金融中心提前3个月竣工了。我印象特别深，2008年5月31号。我们在经贸饭店召开了一个竣工典礼，真的在那天，哇，我觉得我如释重荷。也就是在这一年，作为中国铁路主动脉之一的京沪高铁正式开工。我们也是经过各方的这个考量和论证，就是说一个要就是我们的技术能力能够实现，第二个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第三方面呢你还得考虑这个高速铁路的进一步发展。此时高铁建设已经在中国铺开，从欧洲学习引进来的裂控系统也在高铁建设中发挥作用，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学来的系统还不能完全适应中国的情况。全线建在东北的哈大高铁上，信号控制系统就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我们都知道哈大是一条非常寒冷高寒铁路，这条铁路开通前的这个试运营期间啊，我们发现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速度跳变非常严重，导致呢大面积的这种大范围的停车。中国幅员辽阔，北方高寒，南方酷热，东边有滩涂，西边有大山，地质形态多，气候差异大，欧洲的技术不能适应中国的国情需要。赵晓东他们决心在学习之外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我们只有自己干，必须面对这些困难，要想解决这些问题，
要先满足我们中国这个建设高铁建设的这个需求，必须自己上手解决这些问题。有一个同志就说曲线比对的，那这个没日没夜就直接就倒在工作台上，但是大家这个清醒之后爬起来照干。经过三年的攻克，中国自主研发的 CTSC-3 裂控系统终于问世。下午3时，京沪高铁正式开通运营。廊坊站是京沪高速铁路自北京南站始发后第一个经过的车站。2011年6月30日，世界上设计里程最长、运行时速最高的京沪高铁开通运营。也是在这一年，摄影家王福春的镜头中第一次出现了高铁的形象。上车那感觉完全不一样了，非常豪华，而且非常敞亮明亮，而且舒适，设备也先进。坐车到上海千里嘛，一日还嘛，中午到晚上回来了就到晚上到家了。如今每年运送旅客超过1亿人次的京沪高铁，高峰时期发车间隔最短只有3分钟，是全球发车最为密集的线路，而保证它安全运营的正是中国人自己的裂控系统。其中300公里时速的高速铁路大约在10000公里左右，在这10000公里里边呢，都是运用的这种 C3 裂控系统。当高铁不断延伸，为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流动增添强劲动力的时候，城市的天际线也在不断向高处延伸。和高铁一样，在走过了最初的学习探索阶段之后，凭借自主研发的一项项技术，城市的高度也在以令人意想不到的速度向上拓展。这是上海陆家嘴的天际线，三座标志性的摩天大楼错落有致。当年王武仁和同事们也已继日建设的环球金融中心高度已经退居次席，现在最高的是上海中心大厦，达到632米，2016年竣工。今天中国工程师们在设计建造摩天大楼时，已经会非常自觉地使用数字技术，在建造之前就通过计算机完成各种复杂情况的模拟。我们在设计方面运用了大量的数字化的这样一个技术，虚拟仿真的啊，这个结构的这个力学分析的啊，结构计算的等等，那么都用了大量的这一个数字建造的技术。那么在我们工程建造工程施工过程当中也引用了大量的这样一个数字化的建造技术，在计算机上来完成这样一个工作。我还可以把我们现场产生的一些误差和我们整个大楼在压缩变形收缩徐变等等的这样一种变形的因素纳入到我们的数字化的建造技术当中来统一考虑。上海中心大厦的总建筑面积将近60万平方米，与一江之隔的外滩面积相当，所以人们把上海中心比喻成竖起来的外滩。中国自主研发的技术和自主建造的工艺在这座大厦体现得淋漓尽致。2018年，全球有230栋高度超过200米的超高层建筑竣工，其中有60%位于中国。我们家实际上就在北外滩，家里的窗子看出去就是整个浦东开发的这一个全景，看到这样一个景象感慨蛮多的。建设一个超高层非常不容易，它是一个时代的象征，是一个技术的进步，是社会的进步，是引领科技发展的成就。下班的时间到了，潘玲准备乘坐高铁从苏州回到上海的家。同济大学公布的数据显示，每天都有数万长三角人往返在上海到周边的高铁线上，白天在一座城市上班，晚上回到另一座城市休息。
在他们往返于两座城市的每一天，他们脚下的中国高铁正在以平均每天4.5公里的速度增加。10年间，中国高铁运营里程从零起步，达到全球高铁运营总里程的1/3。2019年春运，全国旅客发送量达到4.1亿人次。我们还需要大量的发展铁路交通，然后就是说我们，哎，而且我们发展它的这个交通，就是还要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名片，速度名片。所以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也骄傲；作为铁路人，我也很自豪。而且这是我最欣慰的事。花开在眼前，我们一起走过了从前。每次我总是写下诗篇，让大风唱出莫名的思念。不知道爱你在哪一天，不知道爱你从哪一年，不知道爱你是谁的诺言，不知道爱你有没有变，只知道花开在眼前，只知道年年岁岁岁岁年年，我痴恋着你被岁月追逐的容颜。花开在眼前，我们一起走过了从前。每次我总是写下诗篇，让大风唱出莫名的思念。